后跑到派出所去呛虾，扬言说叫所长跟开单的员警到议会罚站，那么现在就被批评说太过嚣张，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好，另外呢，我们就来看到在台湾道教文化真的已经融入了你我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卜卦啦，或者是挑选良辰吉时等等都很常见。而国立历史博物馆目前呢是正在举行道教文物特展，请民众一起来了解道教的历史。好，历史博物馆跟大陆湖北省以及武当山博物馆合作策划了道教千年文物特展，精选出183件珍贵的展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道教文物展，还有信众是特别从彰化北上来看，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再来，如果您喜欢布袋戏的话，有经典作品可以好好的欣赏哦。